耶耶耶耶！开心吗？三个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你也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接着往上，爱与勇气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做抬膝的动作，先做单脚抬，双脚这样一直抬，然后轻松的走过去到底。好。八个。脚太大，你脚痛。你脚太肥了。然后往前，这样子。后脚啊，后脚要跟我这样下去，我要弯。对。你们两个不用这么好了，先分开一个啊，就先感情不用这么好。来，这个全套哦，这样的。然后这是十盎司，你应该可以啦。送袋子啊？送袋子是不是？啊，不然我们再问三个题目，然后就是一个人这个，然后一个人这个。但是你在打的时候，你的脚还要去做旋转，你不能就是对，就是不能只有手，你要脚帮忙去打。对，打这次。多多少少不一样，那就对啊，挑自己觉得好，挑自己觉得好，因为他们教的都对啊，就挑自己有办法打，有办法打，因为你们步伐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散打的步伐没那么多，因为散打都在摔。你先这块来，我眼睛的时候，就是捐款的人比较少，哎，捐物也比较少。那刚好你们这么善心哟，这个捐款可以帮助我们很大。啊，这笔钱有没有想要用在哪一个部分？我们准备用在就是小孩的那个运动选手的培育上面，可以增加一些他们的运动的器材啊，或者是他们那个身上的一些配备啊，那个都可以购买。你们身体啊，不能这样往后仰，你们一定要让你的双脚踩稳之后往下蹲。很紧张。好，你接着我回复你哦。因为当初公司有这样的发想的时候，用圣诞布置，然后原本是奖金是要给伙伴的，但是公司想要利用这样的疫情的关系，或者是就是社会回馈社会的一个方式，反正捐给更有需要的人们。对，那当然我相信园林场伙伴也用心的去搜寻，也去找了，去不管是透过人际关系啊，或者是网络上的部分，那当然毕竟是跟我们运动产业相关的。对，那当然就刚好知道，对，新宝之家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需求。咱的心脉遐，若一寡袂讲话，啊，咱有迄福气，才有法度来讲话，吼，啊，就来甲遮
而且袂讲个斗阿手啊，啊，就是恁有诚心发出，恁斗有法度通关心遮遮毛孩子真正。今天说法，爱游戏出发。其实可以出去的时间，除非我们有临时安排，不然的话就会很期待说，有这样的一个，比如说运动志工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做一些就是运动啊，或者跳操的部分，那可以让他们增加对于社区的了解之外，也可以跟更多的人群接触，提升他们的人际互动，那也帮助身体的一个运动发展。这样，换句话说，这十万块钱真的是想及时雨，对不对？因为疫情来说，你们真的很辛苦哎。对，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一个决定，岁末送爱心。两方合作，健身工厂永和厂。两方合作，健身工厂嘉义厂。两方合作，健身工厂园林厂。300公里路程，在愿诚意与热血。4000分钟筹备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5万分贝掌声献给所有运动员。